尊敬的各位评委、各位老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阮黎黄英，是暨南财经大学的一名越南留学生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朗诵片目是《孩子的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。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。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每一个人，给每一条河，每一座山，取一个温暖的名字。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，祝你有个灿烂的前程，祝你有情人终成专属，祝你在城市获得幸福。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